很热情的感觉，开心幸福。红帽桥市政中心，这边是第一次过来，感觉好繁华，好热闹啊！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当当当当，看看，感觉到了有一些像是疫情之前的时候，这些小贩呢，好多人都出来了，都在这儿卖东西呀、啊，可以有选项。哦，我感觉这边好，好有社区的感受啊，回到了我们曾经，真舒服。才十几个摊位啊？嗯。这里吗？对，就这。等一下，我们先往那边走，然后再往回走。那边有卖吃的东西，不让走着吃怎么办啊？不让堂食。不让堂食。哦。你打包带回家去。或者走着吃呗。啊。红帽桥市政中心，这边听说有一个小的。一个，这是属于夜市吗？流动夜市。流动夜市，但是呢，这不可以堂食的，必须你买了东西的话，就是要么就是带走回家吃，要么就找一个人少的地方，就看你自己安排了。哇，说是这边有十几个摊位，应该是有管控吧，不让摊位特别多吧，但是看着好像里面还是蛮大的哦。好香哦，有水果，哇，榴莲，哇，排队的人真多哎，好多人啊。汉堡包吗？哇哇哇哇，这才是有生活的气息，生活的味道，好舒服，太爽了。哦，我们是在后面这一面，前面的话都是吃的。Hello， 这边是卖一些小件的。其实居家的话，这些小东西的话都能用得上。嗯。向前走吧，有抓娃娃机，你就给我抓一个呗。把玻璃给打破了。我说是拿钱放在里边抓的那种。多少钱一个呀？一块钱一个吧。一个币有玩一次。一块钱呗。没说一个币多少钱。哦。哇，有绿植哎，来看看。好舒服哎！呀，有西红柿哎！爸爸，西红柿哎！是吗？嗯。没长出来。你换个大盆就出来了。我看看还有其他的吗？太舒服了！哇哇哇哇！这个夜市我觉得不错哎，有一些绿植啊，这些东西挺好的。这薄荷比我种的好很多哎。我也有太阳照它。哇，这个你知道是什么吗？不知道。那个端午节的时候，那个叫什么叶？不认识啊。爱好。司令吗？嗯，我是认识的。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那儿马路边上啊什么的，水坑边上老多这种的。哇，这个夜市吃的东西。我觉得对我来说不感兴趣，什么小的家里的用品那些小件我也不是感兴趣，但是这些东西我觉得绿色的东西啊配着家里边啊蛮好的。你看看这有啥，这有大茄子啊，好大一个哦。这就是这个夜市的这边，然后买东西，这边绿植抓娃娃机，然后这些小家用品，这边就是吃东西的这几个摊位了。这边的摊位基本每一家都是有排队的。哇，
一家、两家、三家，好像是五六家吧，都是排队的。我天哪！我想吃一口东西，我要排老半天嘞。炸鸡、茶叶蛋、小豆豆，这边喝的有两家人喝的东西。这边是一家汉堡，然后这个就是什么？哇！这边是应该是属于墨西哥的还哪里的肉卷，看着很有食欲哦。哇，还有人跳舞哎！生活的气氛，感觉从这一刻又很热情的感觉，开心幸福，我们每天都快乐啊！算了，我们不排队了，我们吃别的去，走了，拜拜。买个鳝鱼球，排那么长的队，我不要，哈哈哈。我们走了，我们回家了，我们找其他的东西去吃了。Yes， 拜拜，朋友们，拜拜。那叫苗条，你懂吗？